似的一个模拟，我觉得都是西灯笼方式。但是可能有网友会质疑说，哎，西灯笼方式会不会恰巧会造成一个磁力的往外面走？地球一小时的这个熄灯环节啊，它倡导的是关闭掉不必要的照明。实际上呢，这个照明的这个用电量在我们整个的电力系统当中是非常小的，所以呢，关闭的这个行动呢，它对于我们电力系统的冲击是很小的。那么地球一小时它之所以得到这么广泛的一个推广，我自己觉得哈，它有一个，因为它有熄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这个简单的动作呢非常容易记忆，也非常容易做到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到，所以呢它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性。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啊，是为了提高大家的意识，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来引起大家对环保的一个关注。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并不在于是真正它的节电量，然后它其实也不会对我们的电力系统造成冲击。